回来了。嗯。累坏了吧？还行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，别穿衣服上床。来。哎呀。我帮你换衣服啊。二爷，你看看我，有没有觉得我今天有哪里不一样啊？还是一如既往的漂亮。就没有其他不一样的吗？嗯，胖了点。自己脱吧你。哎呦，我的好太太呀！你怎么就又生气了呢？嗯，累了，伺候不动你。好，那我先去洗漱干净，待会儿我回来好好的给你松松筋骨。你先把这碗姜汤喝了。不喝了，太困了，喝不下。那可不行，万一有什么头疼脑热的，传给孩子就糟了。起来吧，起来呀，快，来。现在心里边装的都是孩子，早知道我就不生他了。越活越抽抽。跟自己孩子吃醋啊？反正我就不许我的娘子心里边装着别人，亲儿子也不行。好了好了，这么大个人了还在这撒娇。曹大公子派了个副官过来，带了好多礼物，说司令昨天在咱家放了枪，他得来瞧瞧本家，压压惊。曹贵修。嗯。就说我病了，不见客。好歹是亲戚，干嘛要骗人家？你可不知道啊，我这个大外甥啊，心思可野得很。想撇开他的司令老爸，自立为王。我哪敢沾啊？